我是一直久仰大名，然后我从来北京之后就一直想见于老师，就六年了，没想到能见到，对，然后所以我说我们江阴就是盛产那个学，就是学霸，对，盛产不是学霸呢，是高颜值的学霸。刚才听你的描述，你才真正的学霸。啊、我从考上北大以后就一直就停止不前了。对，然后我一直都觉得老师是一个就是颜值大帅哥，那我呢是颜值小仙女，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其实是挺搭的。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骄傲，这个就是又是家乡人。我刚才就想说，这个一个姑娘如果是如此的美丽秀丽的话，嗯，原则上靠外表的颜值吃饭可以吃好多年，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不需要为了那个就是研究生的颜值的那个学习的这个能力去那么努力奋斗的。但没想到这个家乡小妹妹能够就是，因为非常非常难考，是的，对，考的课程也非常的多，是吧？他能用这么短的时间考出来，就是而且没有伤害自己外表的颜值，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那说明你就是美丽与聪慧兼具的这样的一位。谢老师，谢老师，太棒了，太棒了！又是我家乡人，相见恨晚。对，如果三十年前见的话，可能又是另外一番。